难道孩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救救我的孩子啊！公子，公子，请救救莲姑娘！公子，救救莲姑娘！公子，什么声音？没有声音啊，公子。有，有。公子，真没有。婴儿的哭声。公子，婴儿的哭声。公子，您喝多了，公子。哎呀！有。公子，公子，你一定是喝多了。没有声音啊，真的没有声音。您定是喝多了。公子已经睡下，回吧。莲姑娘腹痛难忍，已经落红，请简雨姑娘叫醒公子。公子吩咐了，任何人不许打扰，天大的事儿都得明天再说。是公子吩咐，还是真姑娘自作主张？李先生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顾不上孩子了。难道孩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再不接生就真来不及了。让我试试吧。好，那开始吧。志玉，关门拉帘子。冉云，准备热水。是。